他刚送。OK， 你刚才那句话也是点亮了我了，哈哈。首先是看花的时候，眼睛短时间内上下打量了一番。其次，你这后退半步是认真的吗？再者，你愣住一秒后迅速着胡说是主持人送的，还再次强调了一遍。最后在听到主持人说是品牌方送的，似乎松了好大一口气。已知每次活动都会提前对流程，这束花送上来的时候，主持人和老婆都愣住了。如果真的是品牌方送的，他们应该不会那样惊慌。铁血俊哲批都知道这花是无尽夏，意义非凡，再加上卡片上的双心流星 smile， 真的不怪我多想啊，老婆那个接花的过程也就瞬间好品了。而且结束活动后，这束花被老婆带走了。你品，你细细的品。抖音。